打开来之后呢，可以看到它的无感折痕，因为我们这次采用的是我们的自研水滴转轴。在你在看影片的时候，我这样子，光影照射下，它是非常无感的，它非常的浅。那它折起来呢，也是一个无缝折叠的感觉。S23系列这一次它的整个设计是更一致性，那我觉得最棒的地方就是说它镜头拿掉过去这个轮廓设相机的一个设计，虽然说过去这个设计比较有辨识度，但是它的那个模组也比较大，就 也相对是比较突一些，那这一次拿掉之后感觉整个比较简约，然后相机镜头就没有这么突出。那在规格上面，其实以这一次夜拍其实功能我自己觉得是比较有感的。S23 Ultra 部分比较可惜的部分就是说，在这几年其实因为像 S Pen 它整并到 S 系列之后，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S Pen 的功能其实进步幅度是比较有限的。那过去 Note 系列大家其实最期待是 S Pen， 那每一年其实都有推出比较多的一个功能，那这一次其实它的功能幅度是比较有限，这次反而是强调说就是说在协作部分的一个加强，那在硬体上面其实并没有像之前 Note 时代的 S Pen 有比较大幅度的一个进展。